就启动啊，啊每次开基本的电力嘛，开好的时候把它拔掉，拔掉。哦，不然的话以前不知道啊，常常换，电池坏掉就换。那你用久还要再拿那个充吗？还是它发动之后就会回充？不用啊，如果正常都不用充电，就是好好的把它保养就好，哦、你就开完就把它拔掉掉。啊，这个每天开不会说没有电啊。哦、啊，这个手刹车要先放这一台的。哦，这一台的。那里还有一个挡的啦。嗯。啊，这里先放都空挡，啊才开那一台。再过去开。哦。开这一台，啊这。那要在前面哈，你先发动，回来再开那一台。好。